3000年前，天地生灵初尝灵力修炼之法，妖与人皆可修炼百年化灵，一人族女子以百年修为超脱于两界之外，后300年间指引一部分人族修炼此法，从而奠定灵族基业。至此，人族、妖族、灵族进入百年之战，史称灵墨之乱。最终，神女凭借强大的力量携族人大败人妖两族，从此划定秩序，迫使三族太平千年。是谁？究竟在哪儿？来路不明的东西，还是不去碰吧。是谁？究竟在哪儿？来路不明的东西，还是不去碰吧。
没好吃的，别烦了，别烦了。装，接着装，别费劲了。旁边的路被施展了奇怪的法术，俺都过不去。你还是别想了。你管得着吗？没好吃的。哇，好吃的！原来大姐也会骗人啊。不过这法术倒是可以破解，需要什么来着？哎呀呀，忘记了。嘿嘿嘿，上面的大树后面有几坛百年美酒，去给俺拿来。没好吃的，别烦了，别烦了。前方的结界已破，但这剑好像在叫我的名字。
是不是感觉身体里有特殊的力量？我好像在梦里来过，
天地出生五元，造福后世，亦降祸于后世。水身穿过这攻击，
放心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双峰崖壁，也不知是第几次了。哎，你也忒慢了，俺都上来老半天了，那破石头需要打这么久吗？从这儿出去后就别回来了，俺可不想再见到你。还来？
吃。三千年前，天地生灵，初尝灵力修炼之法，妖与人皆可修炼百年化灵，一人族女子以百年修为超脱于两界之外，后三百年间指引一部分人族修炼此法，从而奠定灵族基业。至此，人族、妖族、灵族进入百年之战，史称灵沃之乱。最终神女凭借强大的力量携族人大败人妖两族，从此划定秩序，迫使三族太平千年。三千年前，天地生灵，初尝灵力修炼之法，妖与人。姑娘，那些都是非卖品，姑娘别弄坏了。小丫头骗子，竟敢拿俺的东西。这是灵风谷，灵族和妖族地界，莫非姑娘是异乡人？看姑娘这伤，并非寻常物所致，邪了，真是邪了。里面姑娘这伤，俺也没见过。这儿还算太平，出了灵风谷，姑娘可就要多当心呐。姑娘莫急，虽然俺这没有姑娘所寻者，这往生咒乃俺祖上所传。
切都是非卖品，姑娘别弄坏了。姑娘，看你白白净净的，该不会打俺宝贝的主意吧？姑娘，那些都是非卖品。也没猜到啥上好药材。看姑娘这扮相，这咱就不清楚了。艳之物，姑玉都被姑，走吧，这收获。
姑娘请稍等。看姑娘扮相，应是来自异乡，可曾见过和我手上这柄长枪一样的武器持有者？现吞奶奶的，全湿透了，这要出了什么差池？吞奶奶的，you
Thank you.
Thank you.
好身法，家主一定很开心，随老身去见家主吧。触碰石碑便能开启幽夜宫的机关，家主便在阁楼二层。夜宫一向不惜异族闯入，姑娘还需多加小心。触碰石碑便能开启。
前些日子我偷偷看见是谁？前些日子啊，我偷偷是谁？驱妖师在一次驱妖途中命断黄泉，不知何原因被困于此无法离开，还望女侠相助。书院大殿被施了妖法，我化为冤魂已无法脱困，先需要往生咒才能让在下脱困，求求女侠施救我等。
不受控制，我得找到解除约束之地，方能清醒过来。
幽月书院已闭馆多年，恕不接待。红花梨，本宫乃幽夜宫公主幽冥，可否给本宫一月？幽夜宫500年成立以来，建书院、修灵法，广邀各族做客。本宫的名讳岂能有假？这些个怨魂居无定所，本宫只不过好心收留，也让他们有个机会往生罢了。区区人类竟如此好事，趁本宫杀意未起，赶紧放下红花梨，就此离去。本宫便不治你失敬之罪。哼，有意思。Thank you.
幽夜书院已闭馆多。红花梨。幽，哼，有意思。幽夜书院已闭馆。红花梨，哼，有意思。幽夜书，幽夜书院，红花梨，哼，有意思。幽夜书院，红花里，哼，有意思。
幽野书院，幽野书院已闭馆多年，恕不接待。红花，本宫。幽野书院已闭。红花梨，奔。幽野书院，红花里奔。红花梨，奔。幽野书院，红花里奔。
我好像迷路了，这是哪？我这是做了什么？我身体已不受控制。我好像迷路了，这是哪？我解开了，明月大人，我要往生极乐。
明幽大人。我叫小圆，因犯错被明幽大人责罚。明幽大人可是800年修为的大妖，不好惹，不好惹。姐姐别管我了，就此离开吧。我在此处说。没有幽兰大人那块雷原石配合雷之力，是无法打开水牢的。幽兰大人此时应在入口处左后方的齐天坛修炼呢。you
莫非足下这是想寻死吗？我的忍耐可是有限度的。足下身上的六合秘籍能否给本小姐？此物乃我叶公之物，正好结果了你，我再去找那怪物算账。足下身上的，足下身上的六合秘籍能否给本小姐？本姑娘叫幽兰，叶宫的二公主，现在的叶宫亦非当初，所以这本秘籍对我很重要。叶宫最近来了个老怪物，足下还是早些离开，免得祸及自身，此物就赠与足下吧。
姐姐，这里这里，雷人石能让我出去。快让四根铁链拖上雷，然后把雷人石镶在石柱上，便可以出来了。姐姐，这里这里，雷人石能让我快让四根铁链拖上雷，然后把雷人石镶在石柱上，便可以出来了。
姐姐跟着小岩走便是。感谢姐姐施救之恩，我叫小岩，家住静月山，都怪自己贪玩私自下山迷了路，途中不幸被幽夜宫的人所擒，为奴已百余载。因为之前没逃掉，所以在此受罚。小圆在这许久，发现水里有东西，但不知如何开启机关。姐姐跟着小圆走便是。姐姐身体有特殊的灵力，也不像灵族人，修为应在500余载以上吧。啊，这姐姐竟是人类，从凌风谷来到幽夜宫，还从幽兰大人那儿拿到了原石，姐姐可了不得。曾经的幽夜书院是一个供各种妖灵修行的地方，大约80年前就陆陆续续来了很多怨魂。现在的夜宫怨气冲天，幽冥大人也足不出户，日常琐事都是幽兰大人操持。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些怨魂最后都被抽取剩余的魂魄。咱别管这些怨魂了，小圆偷拿明幽大人的东西是想离开夜宫，发现钥匙是开这个木屋的。小圆，小圆只能送姐姐到这儿了，书院二层便是明幽大人的居室，要还是没能找到姐姐所求之物，带出去后小圆带姐姐去静月山，那里也有挺多宝贝。小圆只能送姐，
解开了。引诱大人，我要往生极乐。
幽夜宫不欢迎异族人，请回吧。红花梨，本宫。幽夜宫，红花梨，奔。